见到亲人了，我这一天太水逆了。臭小子，一年不见，这个背部的妈锁相当性感啊。小姐，我在这儿。是我。修好吗？我第一次给江哥做手术，我这小手还 OK 吧？都是自己人，一个是表姐，一个是老大，你们这么见外干嘛？你们要不要吃点零食？我去买。西伯利亚都没事吧？忠贞也不说清楚。原来房东是你啊！看来你对房东也没什么防备，见了随便抱。这是意外，谁知道钟振来会拖个尾巴？对弟弟就可以随便了。你这人虽然不太好说话，但是租给我的房子真的很不错，大晚上的能来帮忙，我也很感激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们还是直接沟通比较好。加个微信吧。没这个必要吧？方便你付房租，也方便你求救。万医生人忙事多，我这点小事哪有意思麻烦你啊？找钟贞就行了。钟贞有自己的学习任务。再说了，你是家长，我是老师，我们有必要保持沟通，方便他更好的进步。万医生，看来你挺会开玩笑啊。那为什么就是不能跟患者多交流多沟通呢？我看你现在挺有空，要不我们抓紧时间聊聊林大爷的案子吧。好啊，其实小杰也不难行，本来想直接传给你，既然你不要，那我就不费劲。菲布斯他，有问题吗？温医生的微信名字真是和人一样深奥呢。所以，我今天什么时候能拿到小杰呢？我有说今晚给你吗？你耍我啊！什么时候给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我买到了，你们慢吃。老大，你怎么走啊？阿姐，你自己吃吧。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丢死人了。臭小子，一年不见，这个背部的妈锁相当性感啊。是我。怎么摘得清楚彼此缘分缠绕起的一角，爱情不用任何逻辑去思考，只有恰好的步调，在心门 kno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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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属的挂号，你的微笑让我的艺术失效，想把你变成我私有。你说去我就去吗？说尽下半生的晚安，只谈一颦一笑一线从容，陪在你所有。我叫苍蝇，你也可以叫我你呀。手风的花，迷人的语法写下。
刚好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